马上要为您介绍很多帅哥美女跟大家见面了。第一对介绍的是 Amy 李千娜。这么多美女啊，那我们这个帅哥在中间站的应该很开心吧？抬举我了，帅哥啊，应该叫帅哥，叫我摔倒了，怎么刚上来就摔倒了？不是，我跟你讲，是主持人就是要像小马这样。对呀，世界上对我真的是去过很多的国家，太多国家了，然后一些文化特殊的东西，或是一些的很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些食材。对对，而且这个能够担任这样工作人，他这个脸呢要有国际型的脸。是的。大家去看起来都像当地的原住民，这个我们到底这倒是真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有天生一个这个综合型的一个脸孔。马来西亚他像马来西亚，真的是台湾系。到日本的话，哎呀，阿尼亚还是要啊，不，讲错了，对不对？哎，韩国人也是，哎呀，到韩国也是，也是韩国人，对，泰国也很泰国话啊。哦呦，我跟你讲，坤卡萨马蒂卡，对。我听过有一个泰国话，我觉得蛮妙的。妙，因为今天有两位中国娃娃是泰国来的。哎呦，厉害！对，哎呦，卡通卡。对，哎，对对对。我特别要讲到一段去泰国的一个好好玩的事情。好好好。有一次我到了那个泰国，到曼谷嘛，哎，就一下飞机的时候，有一个泰国人非常亲切的就跟每一位旅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亚达伦登吉拿卡。”好假。然后我就说什么，他就说他到了登记拿卡，然后我就跟我助理讲说他在说什么啊，就我们仔细一听，我就问他讲说，对不起，你在说什么？哦，先生要到伦敦去拿卡，他要转机，你知道，叫我转机到伦敦要拿卡。哦，他讲这个转机吗？中文有泰语，中文有泰国腔，有个语调没有？要到伦敦去拿卡，他一定要拿卡。所以我说什么，你讲他们两个泰国人都没有在回答，对不对？哎，两位好，两位跟大家问候一下。你好，你好，我们是中国娃娃，我是唯一，我是台湾人，单纯。可是你看起来比他像泰国人。你也像泰国人？我知道，不要再讲好不好？哇，这是 Ivy， 你好 ，Ivy。哎，人来就好了，还要带点心啊？对，哎呀，你带了我自己亲手做的蛋糕，给哥吃，哇，待会直播用现在吃，很棒喽。还有 brownie。Brownie， 我觉得飞哥一定要吃小甜甜 Brownie。哦，对呀，对呀，是 Brownie 是就是这种这种口感的，叫只知道什么黑森林啊，对对对，黑森林啊，那对 Brownie 就是新的东西呢，叫大西豆干，这个是跟蛋糕还要卤过。是很有那个很浓的巧克力味道，可是不像蛋糕，是比较 Q， 然后比较湿一点。好，来大家就好好尝一尝，你是一定要。是，而且它不会很甜哎。对，我特别真的，真的好棒哦。还有一个小抠没介绍，欢迎来，欢迎来。大家好，我是小抠。那我们也介绍一下千娜。千娜，千娜。3月20号，我的李千娜同名专辑发行了，好棒！这个女人的照片真的哈，漂亮，好漂亮！照片就摄影师是很了不起，基本上可以捕捉到各种角度，和她的灵魂跟她的眼神这样散发出来那一刹那，对，片要灵，对对对啊！最近不是施龙说什么什么要请我吃饭的？对对对，他在那个节目里面拿了50万，得到50万奖金。我知道，花哥那个节目是真的得到奖金。50万，请我到他家去吃饭。哦，然后他我就说到什么时候，他就说他又不会煮菜。是，我就觉得他这个话里面有话中有话。你不会煮菜，那请我去吃什么？吃炒饭吗？吃炒饭的话。哇，是要叫飞哥去炒饭。对对对，意思就是说，因为我刚好蛋炒饭炒得好。哎，一说好多听众要炒饭了。
哇，谢小马，因为我是已经就是搞不懂到底什么意思，他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不然就好像有事弟子扶起了，我先帮你去探探路。对不对？我们好不容易播总播那么久，你去收割，对不对？什么料都可以加，大家别想歪，我们是说真的，真的炒饭，你要火腿蛋炒饭还是牛肉，还是青椒的，还是番茄的？好热，有一点热。那你会煮饭煮早饭煮菜吗？我很迟钝，我不会。是是，会啊，我也会。哦，你随便讲。泡面，你不要拿来丢脸好不好？泰国菜弄了好吃，很好吃的。泰国菜弄的好吃，很有。泰国有一条街叫做什么？亚瓦拉。帕蓬。帕蓬。我们是全家人一起去，就到那个酒吧里面去。酒吧。满条街都是很多女生，她在台上跳完舞，她会下来。对。哇。下来坐在，然后说你客人如果说，哎，我刚刚一直看到46号那个女生。是。46号跳舞。有每个人这边一边跳舞一边都有号码灯。那什么意思啊？对。每个人都在那边做动作，就像小柯现在这样。对对对。然后那很多我们下面观光客就是看一号到几号这样，100多号。哇，100多号。可是你如果位置坐在很后面，然后小姐一走下来以后，前面就讲，哎，想想按，叫按，说到了这边时候，你的没了。你看到那个46，他在前面就被人家，对对，就是他只是坐在你旁边陪你喝一点酒，是喝一点酒。对，有一位泰国的导游就是说，张先生。那个上面坐的那个小姐啊，通通是男人变的。对，我真的很漂亮吗？哇，这个，那都是男的。对，当然中间也有很少的一些女生也有。是，那我就那我要带一个小姐出去陪我去吃饭了。吃饭，对。然后我就很哎看到有一个我说，这个不错，张先生，你的眼光真是不错。对，这个就对了。飞哥的泰国惊魂记到底是遇到什么状况，让大家笑成这样？好想知道哦！黄忠坤、诸葛亮兄弟相见格外有杀气，因为他喜欢唱西洋歌曲，能合的人不多。是啊，那诸葛亮，对不对？就啊，你是叫我和尚？就是说，调故意要给我绕。他每次访问我的时候，他每次都会说：“这个别拜别拜，我真的是做兄，伊爱抬鬼咧拜在抬戏。”大胖小胖不止相声业界棒，口气更大，吓傻大哥与小姐。跟我站在一起，你觉得光荣吗？你是谁呀？我干嘛觉得光荣？看不出来吗？看出什么来了？未来的总统。怀疑啊，要不是年纪不够，我明年就能当总统。泰国一位泰国的导游就说。张先生，那个上面坐的那个小姐啊，通通是男人变的。对，我真的很漂亮吗？哇，这个，因为他那个有些那边的那个朋友嘛，他就是会很热情的。嗯，他是说他可以带出场，然后再陪你去吃宵夜干什么？是。那我说啊，那都是男的。对，当然中间也有很少的一些女生也有。是。那我要带一个小姐出去陪我去吃饭了。吃饭，对。然后我就很哎看到有一个我说，这个不错，张先生，你的眼光真是不错。对，这个就对了。哎，这个是小时候就割掉了。在泰国是被尊重的，因为他们有比赛，很多泰国人有去美，有比赛。为什么会泰国很流行就去世风？去世风就是自宫，自宫。对，为什么会泰国会这样呢？是为了生活吗？还是什么？不是，其实很多。该不会唯一你也是小时候就？这个我可以确定，小时候就割掉了。很有女人味啊！因为从小就
其实有很多泰国的男生，就是他们小时候就有就是偏女生的现象，那也不是很多啦。我觉得不是因为泰国很多，但是泰国就是 open， 就是像之前有一个，我记得一直记得一个艺人，就是他结婚，然后有人问他说，哎，你结婚之后你生小孩想要男生还是女生？那个艺人就说，没关系，男生女生都一样，因为长大他们会自己去选择他们的性别，就 open 到这个程度，就是。对，爸爸妈妈要生小孩的时候就已经觉得他们要当男生女生都无所谓，对，这是个开玩笑的一个这个插曲，是没错的。这个他们的民风其实蛮可爱，他们是很国际观的啦。对，这一次我们台湾这边我要讲个这个就是我们对日本赈灾的这个事情。这个其实哦，我们大家是在做对哈，好像不参加不行啊，对，很多人都去了，我们不去不可以啊，是，其实每个人艺人都是发自内心的，但是有没有回响？有，日本 NHK 很多电视台。都一直在报道我们台湾演艺圈，台湾演艺圈。对，现在还有很多零星亚洲的国家，现在才开始筹备要赈灾。所以我们台湾演艺圈很可爱的。对，我们这样努力去做什么？他们都感受到。对，日本人现在最感激的就是我们台湾的统演艺圈。掌声鼓励。这个不知不觉就是民间友谊的这个交流哈，这个跟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会非常好。没错没错没错，好，今天有个题目要给大家，就是说这个自行车是一个运动，对，现在大家都讲节能减碳，减碳，对，台湾的这个朋友们爱好骑自行车的运动，大家要提供一些地方，有不错，哎，不然我就先来，你先来，好，我是喜欢从那个从深坑那边上到山上走平溪，一路欣赏那个山路的风景，哎呦，然后呢，那个你就会欣赏很多的分多精。对对，就闻到很多的芬多精，然后一路也少，对，一路骑，然后经过平溪，然后再到宜兰，再到大溪，就通到海边了，衔接到海边了，再骑过去一点，就可以一直从宜兰那边再骑下就是花莲了，整个路线哇，不得了，一天还两天环岛，他在说我不会相信，因为他这个。那最近中奖行脚节目的得奖者，啊，小郭呢？就是我其实是嘉义，但是我很常去高雄，因为亲戚很多都在高雄，所以高雄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光景点，就是爱河。哦，爱河现在很漂亮，没有话说，真的，整治的非常美，情侣都可以去那边。那如果说你没有，对，如果你没有男朋友，你搞不好去那边会有艳遇。哎呦，对，骑着骑着跟旁边的人交汇一下，搞不好眼神对到就。其实很多人认识，很多朋友认识都是因为骑脚踏车。也有蚊子。对，我是爱河，爱河不错的，你签了。因为像我自己住南投，所以像日月潭大家都知道。哎呦，那真是非常有名。然后像吉吉，因为我觉得他跟他一样讲，就是分多金。对对对对对，很舒服。对，你光在那里面游湖，哇，那个健康、运动量，通通都够。而且日月潭里面还可以看那个少族。非常稀少的少族，你再往南投方向过去的话，就布农族的部落在里面，而且南投那边跟他们相处一下，不错不错。对啊，而且南投空气非常好。对，台湾的 Abby， 你其实我对台湾的地点的名字我都不太知道，我被带到哪里？哎呦，可是我是觉得那种晚上骑脚踏车是很棒的感觉，因为大家会觉得一定要大太阳，就是太阳天去骑脚踏车，可是其实晚上也可以，而且不用担心晒。太阳。而且有那种浪漫的感觉。晚上的步道，其实我们那个台湾现在它规划的还不错。和平公园里面有真正的脚踏车步道，一路可以骑到淡水。哎，对对对，对，一路骑到淡水。晚上有没有照明？不能骑到淡水河里去。一定要有照明灯，照明灯。但是大家都很守规矩，就是整个是顺向。而且蛮多人哦。蛮多人，蛮多人，很多人。对对，哦，好，你们两位呢？建议一下。其实刚刚小马哥有讲说淡水巴黎，其实如果没有脚踏车的话，在那边可以租借。哎呦呦呦呦！对，然后在台北市市政府那边有租借脚踏车，所以如果你没有脚踏车，一样可以去那边借，然后一样去观光一下也不错。哎，不错哦。好，我也建议一些地方。比方说那个东北角这些地方。哦，东北角。我跟你讲，尤其是那个芙蓉小镇。对。从白沙湾那边过去是到芙蓉。从基隆这边滨海过去，对对对对对，那边你们都不用在那边，有人租脚踏车，对，租脚踏车，哎，就是说你就开着车子，然后停车场一停呢，
哎，就在那边租脚踏车，哇，那个海边原野的那种，飞哥像我的 MV 在那边拍的，都没叫。哦，对对对，我知道那边环境非常好，对。哇，那个时候那个骑那种车子那种感觉，哇，真的啊。但是呢，骑脚踏车要注意安全，对对，这个闪光灯要够，因为脚踏车你不管你怎么骑，有的人从家里就骑出去了，对对，中间有一段就会跟车子马路会合，对，你后面如果没有警示灯呢，对，安全灯这个看不到的话，车子发现你是不是来不及？对，甚至于说像我的脚踏车，我在轮子的中间那个打气孔的地方，我都是放 LED 灯的。哦，随着转动的速度的时候，它一转动它就会亮。对，侧面来的人也钢盔后面也可以有，坐垫后面也可以，也是要注意安全。上坡的时候呢，那个档要怎么打？上坡的档啊，打这个低速档，低速档大齿轮的，哎，就等于你的脚踩了六圈，轮胎才动了两寸。对对对对对，那种骑法真的是太是了。对，还有一种就是说下坡就要注意，哎，这个是我的经验之谈。刹车，我常常在山边，因为我骑重机的，对，经常看到有脚踏车就直接从这个山就这样下去。那我们也只好打一。老婆，那是走捷径啊。不是。太危险的捷径，下坡脚踏车刹车没有办法哎，对，因为刹不住太陡了。哎，你在那边下坡也在那边四五十到五六五十公里，太快，你看前面一个转弯来不及的嘛，就出去就出去了。哎，那你如果没有学过硬摔，马上摔下来算了嘛，就是好像那个 ET 风后有嘛，哇，对，直接就飞的。对，要摔的话要请教小偷啊，对我很会摔的，有摔的，很会摔，安全是要非常注意，对的，好吧，大家提供这些点啊。不错不错，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有两位天才，这两位呢要给我们表演的是相声。那么相声呢，在我们印象里面都是非常矮板的一些这个贯口啊，或者是绕口令。但是现在的相声呢，新一代的呢，将把相声推向另外一个时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段非常切合时事的新相声的表演，欢迎王昶伦、杜一凯两位相声家。杜一凯、王昶伦上台鞠躬。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跟我站在一起，你觉得光荣吗？你是谁呀？我干嘛觉得光荣？看不出来吗？看出什么来了？未来的总统。怀疑啊，要不是年纪不够，我明年就能当总统。一个大胖，一个小胖，两人简称合肥小兄弟。他们是相声国宝大师吴兆南的曾徒孙，伶牙俐齿又可爱讨喜，其中一位自诩是未来的总统，大家别错过他们爆笑的政见发表哦。大胖与飞哥的第一次，王昶伦呢常常演讲比赛拿第一名。哇，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演讲比赛的题目是什么吗？第一次演讲比赛是当一只兔子真好。一只兔子当兔子，好另类的一个做演讲题目，好特别哦。为什么当一只兔子真好？这个题目很怪，很怪啊！我记得以前我演讲比赛的时候，我第一个题目是我的父亲。对，一鞠躬，然后对各位老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今天要说的题目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杜一凯、王昶伦上台鞠躬。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跟我站在一起，你觉得光荣吗？我觉得倒霉。这怎么说话的？旁边站个神经病，我才是倒霉啊！我哪里不正常啊？你是谁呀？我干嘛觉得光荣？看不出来吗？看出什么来了？这位先生，有人这样称呼自己的吗？未来的总统。年纪不够，我明年就能当总统。如果这么
你问什么，我都能告诉你台湾之最。你干脆啊，就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台湾最高的山那是玉山，有高3,587公尺，加上鱼肉刃铜像，刚好是4,000公尺。台湾最长的溪那是浊水溪，将近186公里。台湾最大的湖日月潭。台湾最大的平原嘉南平原。台湾最高的楼台北101。到底你算我说，台北101啊，有508公尺高。全世界最快的电梯，2分钟就能把你送上89层。就这个，你能当总统，我不就当皇帝了？别看你数字背得挺熟，那只是表象，老百姓心里的台湾之最，你知道的可没有我清楚。你都知道些什么呀？看你想知道些什么。好吧，那我先问问你，台湾什么最大 ？MIT 名气最大。Made in Taiwan， 台湾产品遍布世界，名气最大。那么台湾什么最小？台湾面积最小，世界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台湾什么最高？台湾自由度全世界最高。台湾什么最低？台湾自由度全世界最低。不是最高吗？最低是我爸爸说的。为什么呢？说台湾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抽烟了，家里可以啊，那还不被我打死呢？你妈真狠，跟我妈一样。怎样，比你背那些无聊的数据好多了吧？最起码呀，你背不下来，背不下来。台湾本岛最东的乡镇是台北的共寮乡，最西是云林的口湖乡，最南是屏东恒春镇，最北是台北的石门乡。花莲的秀林乡面积最大，台北的永和市面积最小，台北的板桥市人口最多，高雄的茂林乡人口最少。还有台湾人民最勤劳，平均每人每年工作时数2282小时。台湾之最是，就差点被你吓住了。就这些，你就算最知道了。要不然呢？今天我问什么，你答什么，都答得上来，才算你有能耐。要我都答上来吗？那么你选总统时，我一定投你一票。行啊，一天拉一票，到我能选的时候，可以省下不少宣传费啦。那我开始啦。我问吧。什么最快？台湾盗版速度最快，电影院还没有上映啊，我都会背了。这不算什么，那台湾什么最慢？台湾现在是速食社会，一切讲究快，没有什么慢的，那总有个比较嘛。那张飞爷爷作为最慢，你培养的是吧？啊，说明他追求完美嘛。你还真能转。那台湾什么最方便？便利商店最方便。那台湾什么最不方便？你怎么老提一句第一句的问啊？要问我方便呢？你方便，我不方便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台湾什么最不方便？残障同胞最不方便。台湾的无障碍空间是有待加强。那么台湾什么最容易？考上大学最容易。那台湾什么最难？我就知道。法院最热闹。那台湾什么地方最安静？上公路最安静。废话。那台湾什么人最幸福？台湾小朋友最幸福，经济再不景气也没人在孩子身上省钱。那台湾什么人最辛苦？台湾家长最辛苦。可是念书是我们念呢，但是老师要的奇怪的东西都是父母找的。爸妈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台湾什么人最伟大？台湾我最伟大。台湾什么人最聪明？台湾我最聪明。台湾什么人最可爱？台湾我最可爱。台湾什么人最讨厌？台湾你最讨厌了。
对呀、啊，而且那个新的相声艺术，从他们这一代我才看到了发芽了。哎，他们两位还经上过吴兆南祖师爷的，他的呢？他那个什么班？那个吴兆南相声剧艺社。哦，真的很好学。对，当总统，当总统，我就发现。因为我有看过我们李登辉前总统小时候的照片，长得真像。我们看看这一位，真的好像，好像哦，那个味道。对，您一看呢，不管能不能当总统，但是我们肚子至少吃得饱，至少将来一定会变成一个大善人。他很像前一段时间来台湾的陈什么？陈光陈光标，好像。你一上来我就觉得好像看到他又要这样，我要叫5亿5亿这样。刚刚讲的说是杜一凯还是王旭伦啊，说你里面有一点玄机，是吧？你要，然后我之前的出生的时间有点奇特，有3个缝隙是吧？听说啊，是啊，哪3个缝隙啊？2000年生的千禧年，然后我那个农历是11点钟就过隔天，然后国历是12点，我是11点40分生的。然后我是在1月14号生的，那个时候他那农历已经过了，国历国历已经过了，农历还没过年。您说的很详细，我们听的也很含糊。他的意思大概就是新年跟旧年跟新年的交界的那一天吧，应该是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农历跟新年，农历跟国历中间的那个交界口，就是还没有，那农历已经过，国历已经过了，农历还没过。哦，那个中间的那，你确定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哎呦。哎，那这样子，他的意思是说他有什么特别的？哎，李总统，您给我们说说。我说啊，这个是啊，他的意思是，他的意思是就是说，他因为农历是在11点就换明天，而国历是在12点，所以他说他是11点40分生的，所以就变成2个夹缝之间。哦，夹缝之间。然后他第3个夹缝就是说，因为1月14号国历已经过年了，可是农历还没过年。哎，这2个夹缝，那3个夹缝是千禧年，2000年啊，千禧年。哦，是这个意思。飞哥，第三个哦，我有觉得你不太清楚。什么意思？他是说什么意思？这我也不知道。我不太清楚。我们要请那个比利来解释一下，千禧年有什么夹缝？世纪小弟也不太知道。不过是呢，我妈告诉我的。自己也不太知道。这两个人不得了了。那么王场不是念序啊？对对对，王场。王场伦呢？这个常常演讲比赛拿第一名啊！哇，难怪很厉害。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演讲比赛的题目是什么吗？第一次演讲比赛是当一只兔子真好。一只兔子，当兔子，好另类的一个作文演讲题目。这题目好特别啊！当一只兔子真好，这个题目很怪，很怪啊！我记得以前我演讲比赛的时候，我第一个题目是我的父亲。哦，对。我还记得在桃园县比赛，那个时候像，比方说像他们相声这种表情上去，马上就是完蛋。对，那时候老师比较八股，中规中矩。那老师动不动就那个老人的那个大陆的那种叫拖鞋，对对对，就是那个包鞋这样一穿，对，一动不动拖鞋子就打学生，我们常常被打。第一个题目啊，一上去就讲一鞠躬，然后对各位老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今天要说的题目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对，然后就讲我的，我就下去了。第一次，我第一次比赛就这样就结束。哎呀，哦，那你第一次拿到第几名啊？第一名。对，第一名。哦，第一名。真的真想听听看你那个题材内容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假如我是一只兔子，兔子，对，
对啊，当一只兔子真好，记试试看能不能记起来，来试试看吧。早餐吃煎胡萝卜饼，中餐吃炒胡萝卜丝，晚餐吃凉拌胡萝卜片，连点心都是胡萝卜沙拉。我真的无法接受这种事实，因此我不想当兔子了。哎，很有意思哦，有意思哦，好可爱。两个人表演的真的非常好，好不好？来，我们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远征韩国令人赞叹阿卡佩拉美声团体第一名。他们几个人到过哪里比赛？韩国，哇，韩国第几名？冠军。哇，台湾之光，好棒啊！哇，叮啪这个叮砰砰，叮啪这个叮砰砰，没错。是不是很简单？哦，哇，我觉得这段可以剪掉，只要高飞说台语。不是，那蜻蜓，你帮我报名一下，我到韩国去。俗话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所以说黄仲坤演过 A 拷贝，也必定留下记录啊！连演艺圈大哥也一同来参加凑热闹哦。有没有演那么多戏啊？有没有很想要尝试的角色，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尝试？哎，问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包括他过去演的那个三级片？走过必留下痕迹呀！跟我一起合演的还有李宗盛嘛，还有林瑞阳嘛，他们那种时候才能演这出戏，对，他们就是演那个。继续为各位介绍一段有几位年轻人的组合阿卡贝拉。那么虽然这个文化是源自于呢欧美。但是我们台湾呢，亚洲这方面来说呢，我们台湾是各中的翘楚，完全不靠乐器，几个人的声音要做什么样的组合跟表演呢？一块来欢迎我们这几位年轻人给我们带来的阿卡贝拉。Ah!
It cannot wait. I'm sure there's no need to complicate. Our time is short. This is our fate. I'm yours. Wow! 好听啊！哇哦！好享受。这个艺术的这个真的这个质地还蛮高的。阿卡佩拉，这不容易耶，真的要默契。因为我刚刚有讲，他就这个质地很高，对，这不是一般，就是说我们也许什么啊，我们随便歌星凑几个人可以做出来，这种内容很不错。你是负责，我是贝斯。哦，这个声音太可怕了，很有磁性，对，这光讲话就很迷人。小小呢，你是？是 soprano。soprano。You really makes me surprise. 那小姐就是 solo 了。不，其实 solo 部分是我们三个会轮流了，不一定。那我是负责 tenor 的部分。tenor，saxophone， 蜻蜓啊。啊，你是负责？我是负责 alto。那你就是 French phone 了。没错。真的吗？不是，我是负责 vocal percussion 的部分。这个好玩呢。可是我刚刚听到 vocal percussion 好像很多哎，每个人都还是只有你一个人啊？我也有，我也有。其实是因为我们有分开的部分，有时候 bass 100会来支援我。厉害，对啊，哇！我们先看他们来一段额外的表演，两个人哦 ，plus 一下，两个人表演什么呢？我们很喜欢就是想要中西合并一下。好。我接下来会表演是一段胡琴的部分，胡琴，然后贝斯表演胡琴，然后我 B box 就是结合在一起，对，没错，哦 ，B box 结合，你们俩往中间，酷，哎，这个太特别了，先欣赏一下，我们再来看看，哦，来怎么样，中西合并。这种阿卡贝拉这种东西真的让我觉得很神妙。他们几个人到过哪里比赛？韩国，哇，第几名？冠军。韩国这种从这种 Wonder Girl Super Junior 过来，你们这种剧还可以拿冠军啊！哇，太可怕了哇！哇，而且那届比赛的好像有 Rain 嘛。好吧，好吧，这真的是不容易。小铁，听说你讲说用嘴巴学 B-box 其实不难。那对，真的吗？其实 B-box 这件事其实不难。啊，小马来一下。真的吗？真的吗？我觉得我很笨拙哎。他都是靠腿吃饭。哦，真的。我们要让小马哥能不能靠嘴吃饭？没有问题，大家都可以靠嘴吃饭。真的吗？因为每个人都是用嘴吃饭嘛。好。其实 B-box 就是那，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生活中任何声音，你只要把它是规律的把它排在一起，就是 B-box。教我这个方法，其实是在我一个是在生活中，然后发现，所以我就顺便说这个小故事，然后再把他们教给你们。好好 ，OK。就我有一位好朋友叫仁哥，好像蛮爱讲，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希望是以那个自己有别排座，讲得好留，讲不好剪，对，没问题。好，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叫仁哥，然后有一天呢，我去他家，然后做客的时候，打开门说，仁哥你在煮什么啊？煮什么？煮什么？煮什么？仁哥说：“顶吧，顶吧，对，顶吧，顶吧，顶吧。”我说：“哦，就胖哎。”他说：“对哦，就胖哎哦。”我想说：“顶吧，顶吧，顶胖胖，顶吧，顶胖胖。”哎呦，顶吧，顶胖胖，顶吧，这个顶胖胖，顶吧，这个顶胖胖。没错，是不是很简单？哦，哇，我觉得这段可以剪掉。只要会说台语。不是，那蜻蜓，你帮我报名一下，我到韩国去比赛。叮叮当当，叮吧，叮叮当当。哎，这个
是这样吗？真的，你太小看我们了。我很想学一个东西，我觉得他们现在那个 beatbox 可以做到有电音的感觉。这样不是啊？电音是吧？对对，有那种电音的感觉，那种音效出来，你会不会做？可以，来试看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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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哎，真的，真的有电音的感觉，对对对对。哎呦！哇，他一个人可以开夜店呢，厉害哦！换片，好厉害哦！哦，是这个意思哦，难呢。不会不会不会。然后就是像我们，你就拿刚刚那首歌来说好了，刚刚那叫什么？哒哒滴哒哒，有吧？对对对，来一个女生自己认为声音可以这样拉胡琴的，我的乐器先生会教你。来来来来来，哎呦，小柯，你真是没出息，不要怕嘛，来，你可以先教那个，用儿，然后用假音，好，可以了，可以了。那小马这个部分怎么负责？那个，对，我要怎么样配合节奏？哎 ，percussion， 来来来，对不起啊，我们组合感觉会很烂，没关系，其实你就只要说不卡不卡不，哎，我觉得这应该叫泰国人来，不卡不卡，他们发音卡，好不卡是什么意思？就是谢谢，卡卡不不卡不不卡啊不卡不不卡，好。来，你们两位是谁先？我先，让你给他一个 beat， 好来了，给他一个节奏。One， 掌声鼓励一下，来来来，看能不能现学现卖。One two three go，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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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哎呦！对，真的好像李总你的阳关道，我错了，节奏的人要来搭我的主音才对啊。哦，您说的是，对对，你要搭他才对，因为我在给你的他是节奏嘛，对对对，好吧，不错，看起来这样好像可以练出东西，好像因为再修饰一下，然后可以的，然后那个麦克风的掌握，当然也从你们两个有些时候他们讲，你们两个人的展现也让我们看出他们五个人的功力，对，是有差别。哇，好，谢谢二位，谢谢谢谢谢谢，来你们五位好，就这样啊，光这样表演一下这个。对，我想知道一下你们这种三男两女啊，你们两个女生在三个男人的里面蛮危险的，对不对？就蜻蜓，你啊？啊，干嘛？我们制作单位啊，大家探听的结果说，他们三个男生其实有一个人啊，是蛮喜欢的。暗恋他？你们觉得？我觉得是小铁。你觉得小铁吗？对。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小卷。小卷，还是搞不好三个都喜欢。我觉得是一百，你觉得是一百？我觉得是北哥，都方玉吧。我不是，我干嘛暗恋？我第一眼就爱上他。啊，一百哥承认吧，明明就是你就承认吧。好害羞。难道是小卷吗？就是小卷，我告诉你。小卷，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把你心目中的事情就这样直接在电视上。真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不是，时间多宝贵啊！对啊，就在一起。我觉得你们要先试着看十指紧扣的感觉是不是？哎呦，好，对，你们靠近，总是要有种十指紧扣。是，哇。就在你说十指紧扣，对，是就在大家相处了这么多的时间之下，牵个手，小卷呢，哎呦，他是第一个把蜻蜓带到这个团队，对，决定在我们台湾最有名的综艺节目《综艺大哥大》里面表态，待会节目完成之后呢，就打算去公证了，掌声鼓励一下。对不对？那是小卷，家长还没有同意，好不好？啊，下一个表演，给我们表演一个什么？哦。
还是什么？我们由团长决定好不好？哦，团长是谁？小小。小小。哎，小小是啥？失敬失敬失敬。刚才从头到尾是你是跟班的，没想到小小是团长，真的。高度实在太矮了。没有没有没有，来来来，我们来听一下啊，他们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变得很有气质，这个是更好听的耶，真的气质的感觉，很棒很棒，难怪是冠军的团体，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蛇妖藏女摆脱扭腰，让飞哥为之心动，想与蛇共舞。哇，好迷人哦！在勾，哎呦，上去看，哇。哎，好可爱的舞，在后面，不得了！你是西藏来的还是？不是，我住在台湾，台湾人能跳出这样的味道，就是很多去了解，哎，这不得了啊！对，他刚刚一开始第一个动作的时候，那个摆臀的那个动作，对，只有就是那种蟒蛇能做出来。各位介绍的这个表演呢，是难度是相当的高啊。solo 个人表演的确在一个大舞台上面是相当的有难度的啊。这位人家讲说，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位刚好在舞蹈上面呢，已经训练了十年，刚刚从北京呢回到台湾，立刻在我们综艺大哥大为您带来一段非常精彩的藏族舞。一块来欢迎这位舞者邓永贤小姐，欢迎她。好可爱哦！
在后面，在后面。不是，他的表演是在前面就完了的，对，后面这边是捧上台，对，哎呀，这是表演完毕了吗？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哇，邓永贤呢？不一样，因为飞哥你刚刚这个画面的话，他就很像藏族人，对不对？对，但是飞哥呢，在他旁边很像藏獒啊，獒犬，獒犬对，藏獒，哎，藏獒，真的是厉害，这个西藏的女人呢？如果我们我知道，如果我们都从这个舞蹈上去判断，对，就觉得那边的女生好像非常的热情，对，是不是？还有豪迈。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台湾呢，或什么四川的，或什么，你好像就不够味儿的那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一种民族的野性，对，那个像新疆啊，或者西藏，我曾经也去过，他们那边的人就是有一点野性在，所以他刚刚他跳舞的时候，我非常注意他的神情，他的神情乱到位的，就是那个眼神很坚定，那个对对，感觉。我跟你讲，我们的这个永贤呢，他是。学武学了10年了，哇！哦，但这个非常了不起啊！啊啊！其实你是西藏来的一位姑娘，不得了！你是西藏来的还是？不是，我住在台湾，台湾人，台湾人，台湾人能唱跳出这样的味道，就是去揣摩，都去吸收他们的文化跟舞蹈。那你在那边待了多久？我在内地待了快6年。哇！对。都在西藏吗？还没去过啊，真的，没去过就可以再去一下。对，很想很想，可是还没有去过西藏，能把西藏的味道跳出去？对啊，专攻西藏舞还是各类的舞蹈？他那个我去学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要等于付学分钱去修他们的那个藏族、蒙族还有傣族舞蹈，我们学了这三样。什么叫傣族啊？傣族在云南一带有傣族，另外对对对，另外一个腰线。腰线，好厉害！飞哥腰线，腰线，腰线，哎呦，这不得了啊！对，他刚刚一开始第一个动作的时候，那个摆臀的那个动作，对，只有就是那种蟒蛇能做出来。不是不是，就是说那个腰怎么会软成这样？还有您刚刚的下腰，对，它可以像下去。那还要再上来这个腰劲，那个腰力要多可怕！那用的是大腿前侧的肌肉，大腿前侧，大腿不就是腿肌吗？还有分前肌后肌吗？膝盖以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别讲，别乱摸，这小孩。本来虽然有点年纪，对不对？可是很难，像这样的美女很难抵挡。在念书这段时间研究，听说那北京文化跟台北一定有很多地方不一样啊。在内地的文化跟台湾就会不太相同。我是讲真话，小时候我们玩过一个东西，用松香绑在一个竹筒上面，然后绑一个纸，然后摇起来是这样。哇哇哇哇哇！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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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北京话有一点像那个哇哇哇，真的吗？我也知道他们讲话很像是，对对，这是北方大老粗。大老是这样的，对呀，那真的北方人讲话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挺卷舌，那是的，就是会卷舌。来示范一下，卷舌是。就例如您录影录了太长时间了，就需要剪太多很多片子，把它剪掉，那就说你录的时间你别拖着，磨磨唧唧的录影啊，别磨叽了。哎，磨叽，磨叽，磨叽，对，什么意思？磨磨唧唧就是说呢，您动作相当的缓慢，也许这跟您。您的年纪有点关系。哎，您这说话挺给力的，挺给力的，挺给力，给力的。哎，不是，大陆现在的流行用语，给力就是很牛啊，超过牛的意思，超过牛的感觉。对，我看人家不只是给力了，我看你给牛了，你啊。你这么大笨牛啊！姑娘，你是吧？
想跟你说话。哟，你哪门话呢？能顶不上脸？那你想怎样啊？那你也不做，那擦面。我不是做的，我蹲着。很像，很像哎。那女人也像那个大宅门里面的感觉。大宅门。非常谢谢邓老师。四位年轻貌美的女生超过一甲子拉琴的时间，悦耳的琴声背后却留下难以抹灭的职业伤痕。听说拉小提琴的人啊，听说脖子跟胸部都会有起一些茧。哎呀，真的有一点，给镜头看，有一点红红的，很像种草莓。但是好像种草莓。对，你们大家爆一下料，什么有一些什么怪癖？谁有什么怪癖啊？他就是等我们出去接一些表演，然后我们会住在饭店嘛，然后他是一定要有人陪他洗澡。啊，这种代志我来就好。这个团体呢，那么他们几位啊，可以说是拥有相当深厚的音乐素养，每一位呢都是有拥有硕士的身份。他们表演的是什么呢？小提琴啊。这个组合目前是我们乐坛里面可以说是最强劲有力最美丽的一个组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几段非常好听的表演，一块来欢迎这位 V Band。电子的哦，好像变形金刚哎。对呀，哦，哇，
欣赏到了一场非常美好的音乐会。好，来依依姐自我介绍一下，从那边开始好吧？您是？哦，我是 V Band 的小提琴，我是担任小二的声部。那我叫鹏鹏。鹏鹏，担任小二哦。小二。小二是什么意思？就是小提琴里面我们两个嘛都是小提琴，那他是负责高音，那我是低音这样。哦，好，那第二位来介绍一下。Wow. Hello， 大家好，哇，我叫 Connie， 我是小提琴，第一小提琴，我是 Vivian 的团长。你就是 Connie。说话的声音好像有一点点，你是台湾人吗？台湾会。对啊，我台湾台湾人啊。你台湾人？我跟你讲，他在美国，可是讲的是那种国语跟台语跟美国腔的集在一起。赶快拿！哦，阿里迪比哥，我们家浪去喊咩 ？L A boy 哥啊，差不多。哎吼，哎丢丢丢！来，这一位啊，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V Band 团员，我是吉尔，我是担任第三小提琴手，谢谢。第三小提琴手，小三，小婷啊。对对对。啊。第四位。大家好，我是 V Band 的大提琴手，我叫 B B。哇，应该是问那边我们的观众。对，小马。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女子团体，我必须要拿一个国际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团体来做一个比较正确的比较，做一个比较。当然，像韩国还有人可以跟他们比较，韩国的谁？韩国有个很红的 Wonder Girl， Wonder Girl， 对不对？ Nobody but you， 可是这个不一样，but you， 两个一比较出来，你看现在这个团体一出来之后，我真的觉得 Wonder Girl 真的对啊，所有掌声鼓励一下，没有什么。只有跳舞吗？是因为这样，他们是因为这样比较，不是，是因为 Wonder Girl 今天没有来现场。比较好讲，这个小马真的是我觉得有才华，而且小提琴是乐器当中非常非常困难的一种乐器。对，哎呦，对，这是说对了，真的是，他是算是顶级的男的，必须从小练起，没有错。而且刚刚我们的导播的镜头是这样，一个音乐刚好一个他的一个 LED 灯亮，对，好酷，一个发了一个啪啪啪，然后哎什么 LED 大展是灯节，对啊，结果这整个一亮声，哎说刚刚亮的地方是从他们小提琴里面跑。出来哦，该不会这 LED 的小提琴是宪哥投资？其实 LED 灯真的什么地方都用得到。对啊，那像这样的女生，我们男生来啊，飞哥应该是最喜欢的。嗯，因为我以我对飞哥的从小的一个认识，了解吗？飞哥喜欢才女，尤其是飞哥以前身旁的主持搭档，至少男生也要会乐器。哦，对对，只要一有乐器的飞哥就已经整个人春心荡漾，这个是呼之欲出来。这个要问他们，因为他们从小也是看我节目啊。哎，你们觉得我这个主持人是不是对有懂得音乐的人，我会特别照顾？你们对啊，对啊，对。你第一个看的时阵是不是都刚刚讲哎？台湾这个主持人都跟他一跟他卡把音感觉。啊，你今晚是去叫高温？我就叫就请问才女啊，所以你现在对我们特别好，不是吗？啊，对啊，对啊，是啊。啊，你跟我被我叫过。时间。啊，你叫过。底下叫过机器人吗？听得吗？可是我跟你讲，真的，你跟玩音乐的人相处，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真的吗？因为他哎，你的境界，你对音乐的理解没有办法跟他的世界融合啊，所以你跟他们这些才女交朋友可能会吃亏，真的吗？他们应该个性上面有点怪怪。你跟他讲 Connie 就好啊。哦 ，Connie， 为着去盖邓来主持这个团呐。对。然后呢，他要做艺术的表演，他想让他的人生更高一层，把美国的男朋友就直接就 cancel。真的假的？会，这是他跟我们说的。的，所以那个她叫 Connie， 她的男朋友叫做 Cancer。因为这个一回来要弄很久哎，一两年呢。哇，那这个感情哪里经得起这一两年的考验呢？一定就是脆啊嘛，先脆，真的脆啊。上个月脆了，哇哦。那你这个，哇，那飞哥那里有机会了。不是我有机会，将来我还不是也是被脆。万一有一天他要到维也纳去的话，那就脆了。有跟我去吗？哦，那个 cancer 为什么不跟你来？
哎，不是飞哥，就是不来才 cancel。因为他，我们都要赚钱啊，我为了事业，为了事业打拼。真的哦，真的。哎呦，听说拉小提琴的人啊，就是说他，我们大家不知道，我们看到都是艺术的结晶。事实上，听说脖子跟胸部都会有起一些茧，是吗？会有起茧？对啊，可以给大家看。有吗？对啊，不太可能吧？你看那个小婷，可是你看她头发出这样子，她就是故意要把它遮住，我们就看你的。对啊，看一下。我是大提琴，没有没有哎，大提琴，大提琴啊，一下大提琴就会造成高低差，对不对？会不会？大小胸，小胸，小地肩。大小肩，能不要想到其他地方去了。再讲大小肩这件事，我无啦，我的开裤都无看到，什么什么有？哎呀，真的有一点，给镜头看，有一点红红的，很像种草莓。但是哎，好像种草莓。对，种草莓是什么？听不懂呀。对，好，我们教你好不好？哎，有一点点，就是刚刚拉完的红，真的有。这个红永远不会退吗？是哦，真的不会退啊，已经是茧了，已经是茧了啊。那这四个女生里面有一位很想婚，资料上显示啊，那么大家要开始爆料了。来，你的状况我们都知道啦，你跟你是为了事业，嗯，为了你的那种音乐的理想跟表演，然后你把 cancel 已经 cancel 了，那爆个料吧，里面谁说很想婚，然后每天都是在什么已经在开始买小孩子的尿片。然后牛奶，然后干什么东西？就在没事在家里面是那爆个料是谁呀？哪一位？你想承认吗？没有关系啊，绿啊，喜绿。对啊，因为我想说早点结婚，然后早点生小孩，我跟小孩距离就像姐妹一样。对，那就跟我小孩子很接近，年龄很接近。可是我看你的外形还不到拉警报的时候嘛，对不对？对啊，人生那么年轻有几回啊？所以我追求者很多啊。追求哦。追求他的很多，他怎么样选择一个男人，一个这么样有精益的这种才华的女孩子？因为他就是很喜欢音乐，所以首先他就是大家一定要懂音乐才一定要懂音乐，对对对。哦，哎，我也会啊，我会咚吧咚吧。哪有那么简单？婚姻有这么简单？他懂音乐就可以吗？就是他的财力，家庭环境大概怎么样？财力哦，其实我不是很重视他，就是一定要家财万贯。但我觉得个性很重要，就是不会因为外面的小三啊，然后感情外遇或什么的。嗯，你光这一点，大概天下的男人都很难做到，很难。全天下的男人，哎，张飞你们。人家直接讲，我觉得您直接，我觉得这是值得庆幸，就大家看待你还是非常的年轻，对对对对，他没有说张叔叔啊、张北北，对，我觉得尊重那个东西也放在心里了。你的称呼呢，让我今天的难题就比较容易解决，我只要在新疆舞跟你之间选择。而且我觉得他刚刚叫你那一声张飞的时候，好像是老公叫老公，张飞，你给我过来。对，很亲切，我跟新疆女来讲话，我都已经住在台湾了，但是要联络比较方便。哎呦，还扯到新疆女哎，哇，有钱 out， 有钱出局啊，有跟着我有太多好处。将来你小孩子，你只是要一个 baby 跟你当姐妹嘛，对，你只要用脚就可以泡牛奶了，对不对？你踢一踢我，我就去拍泡了。对。好才华，好幸福哦！真的，对啊，而且我们很喜欢冲浪。你看康妮皮肤这么黑，哇！康妮这个叫黑啊，他很健康，他蛮健康，那不是快要烧死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希望你之后他可以当我们的小三呐？可以加入。哇，那你们大家爆一下料，什么有一些什么怪癖？谁有什么怪癖啊？我抱他，好不好？好，你抱他。他就是只要我们出去接一些表演，然后我们会住在饭店嘛，然后他是一定要有人陪他洗澡。他这种胆子我来点好。24小时服务到底，真的真辛苦奶奶哦，还要紧赶过来哦。对，他一定要人家陪他洗澡。然后谁陪他呢？就是我们的团员会陪他。啊，他是一起洗跟他讲话。没有，就是他要洗的时候，我们要在旁边讲话。哎，是为什么？缺少安全感，怕鬼。怕鬼？啊，有的人不喜欢在单独一个空间里面，有时候会有点恐慌。阿力，赶快抱我姐姐掉，
报环节报个料了吧？讲一下 cancel 的事。谁 ？Conny 没有料，我才不相信。对啊 ，Conny 有料。他男朋友有没有被他打过？被他打过，互打。打到引擎。哎呦，真的，你们待会报一下吧。Conny 跟他男朋友那个时候啊，你不要看他。就听说他们有就是打到引擎盖上面的啊，就是互打哦，穿着衣服的时候吗？对啦，因为那个泰格伍斯跟他太太不是用电球杆互 K 啊，我说这个打在引擎盖上，不知道是打情骂俏还是真的。你要分清楚是车震还是你，对啊，分清楚。打架跟车震是两回事，可能要问本人。我看得出来他们这几个人。啊，他们不但有那种高学历，而且他们这个艺术的境界很高。对，我相信你们这个团叫什么 ？V Band，V 是胜利的意思吗？那个 V Violin 哦 ，Violin。我是认为你们比较有可能是，就是除了一些商演以外。大概四个人一组合，加上刚刚我们那一团阿卡贝拉，对，他们是最有可能在总统府里面做音乐会的，没有错。或是我们真的重大的节日的时候，到国外去表演给对。其实老是一些那种尾牙的商演啊，每次都是找我们常常看到的艺人出现，应该常常找到他们这样质感的那种不同的艺术表现，不同的感觉，对不对？哎呦，飞哥真的在帮他们推销了。哦，我对你就好了。啊，你真正有叫狗啊？天啊！对 ，cancer， 我看你都给 cancer 了。掌声给他们四位鼓励一下。黄仲坤几位瓦聊妹独家秘辛。他跟他的那个现任的太太就对了，非常的恩爱，而且生了一个 baby 啊，对。然后你为什么叫他陆老师？陆老师他是哪方面的老师啊？他是我们台湾的瑜伽天后啊。瑜伽怎么样？做几个基本？其实基本的就是说你瑜伽嘛，你要柔软嘛，柔软。好来。今天就把精神好不好？好，是好吗？好。哎，人要有上午的精神，不要有下午的精神，好不好？听得懂吗？什么意思？说好。上星期我有交代阿妹是吧？哦，有吗？有。上礼拜吹的那个什么，你自己觉得回去有没有做噩梦啊？后来我交代一个什么任务，你们大家都还不记得？交代什么？再练一首，再练一首歌啊，一首新歌嘛。对啊。上礼拜我讲的是什么？那个其实是 Bobby 啊。对，王彩华的 Bobby。而且我觉得，这个学校不错。哎，上礼拜班主任交代我之后，我突然发现班主任你是不是有未卜先知啊？什么意思啊？叫我吹波比这首歌，是不是要保波比日本的他们？哎呀，真的！现在活在现在是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每个人都需要波比。是，等一下利比亚又出问题。哎呀，等一下埃及总理又下台了，哎呀，可怕！然后日本现在又这样，是吧？真的。吹一个波比，波比，波比，我们这个节目是全世界在看，真的，对不对？波比全世界，我们不敢说波比别的国家，华人我们一定要波比一下，对，好吧？练的怎么样？不能吐词，不要开玩笑，谁阿乔帮他拿一下麦克风，人肉麦克风架，人肉麦克风架，交友就对了，好了。先请坐啊！好，谢谢班主任。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特别来宾。那么今天呢，邀请他来我们节目里面，让我们这些同学们可以学习到一些明星如何发迹的过程。他的人生转变其实是很大。那真正他出道呢，是一位歌手的身份。哦，今天一见面就给各位贡献一首，是我特别要求。
哦，他每次一来，我一定会要求他，拜托他唱，因为只有他能唱这首歌，能散发出那种男人潇洒的味道。哦，哎，叫做《鸡尾酒》，好吧？嗯，那就是黄仲坤先生，我们欢迎他。你们可能会抱过很多男人，未来的未来，但是你要抱到像这样子的男人的机会很少。对，要把握机会。你刚才一不小心摸了他的那个肌肉没有？哎，没发现。他的薄薄的西装里面其实是满满的肌肉啊！哇，你是你摸摸看，你就这样轻轻的就碰到，你看，哇，根本不需要说，哎，我看你肌肉好棒啊，这样，真的恐怖啊，哇，呼住呼的，哎呀，也许你刚刚那些舞蹈那种感觉，我特别喜欢是那种准备动作的时候，有没有？以前他在舞台上表演，我这每次主持节目，我会在后面看，我来一杯，我现在我永远弄不像，你知道吗？东方男人散发不出那个味道，这也是一个这个瞎猫碰到死老鼠，就是不是？而且很前卫哦，那个时候做这样的动作，人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那次是因为那个裤子啊，他给我做太长了，所以每次唱到那个时间，我就刚好可以。拉一下，对，这种拉弓的感觉其实很性感，哦，这样，性感啊，对。真的，讲到秀场，让我想起太多过去，真的，每次都要找人家帮你，因为他西洋歌曲唱得很好。哎，就当时那种，我是一个民歌手嘛，背着吉他唱一些那个民谣这样。因为他喜欢唱西洋歌曲，能合的人不多。是啊，嗯，一般主持人哪有办法合呢？李登才，对不对？对啊。不是真的，对不对？朱大哥、朱哥亮、朱哥亮，对不对？就啊啊！你是叫何何什么？啊，你是说叫我？还在演？你什么还在演？就是说挑故意要给我绕口。好像黄正坤一个朱大哥，每次只要叫挑故意漏气，挑刚刚没绕口呀。他每次访问我的时候，他每次都会说：“啊，这个别拜别拜，我真的做兄弟爱抬鬼的板子抬也死。”对吧？我有一首印象很深，那但是那首歌啊，其实难度很高，因为这是英文歌里面歌词又一长串。一串在那个地方，哇，嘴巴还要绕着过来，对对对，像绕口令。你们要不要听听看那时候？当然要，拍个 key 我们就来了嘛，对不对？直接了吗？来，喂喂，是吧？好，我来，喂喂喂，我是唱主，哎，我唱主音是吧？啊，对。
我唱主音，主音比较简单呐。啊，真的。和音啊，因为和音它不在主旋律上面啊。哦，真的。而且你要会能够见缝插针，这样子很难呐。哎呦，所以既然这样这么，那简单的让我来嘛，应该难的让你来。那你是辉哥啊？哦，安尼哦。对呀。你的才华。你这太贵了，百万。1, 2, 3, 4。When I was a little bitty 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In the memo, got infused back home. When I was a little bitty 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cradle. In the memo, got infused back home.形象外国名一个明星叫谁？什么谁？那个乔治克隆尼。对 ，George Clooney。乔治克隆尼，就是那个男人熟男的味道。熟男 ，man。头发非要有几根这样白白白白灰灰。你还好，乔治克隆尼几乎都灰白，你这个一点点而已。对。结果糟蹋人，都叫我去演什么老欧啊什么，真的。哎呦，来，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大家都问问看哦。今天的我们的坤哥不是说突然冒出来就这么性感。对，好，来，好，请来。我想要问，就是有没有演那么多戏啊？有没有很想要尝试的角色，可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尝试？哎，像之前都是演就是长辈啊，我想要演一些特别的角色。嗯，一直想要尝试，可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包括他过去演的那个三级片？演过三级片，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啊！哎，你换一个。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台湾有分级嘛，然后第一部《限制级》就刚好就，哎，小弟有幸参与啊，结缘了，结缘了，结缘了。其实他接的时候呢，是并没有分级，所以拍戏就拍戏，分什么级嘛。这没想到拍了一半说，哎，这个被编到三级。不是他那个，听说他那个原著小说叫做《心锁》，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是限制级了，已经限制了。那个时候是我想。跟我一起合演的还有李宗盛嘛，还有林瑞阳嘛，他们那种身材能演这出戏？对，怎么不是？他们就是演那个老婆外遇的，那我就是他们那个外遇。在角色的地方。哎，对对对，福利比较好。给我们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我要记得我。对啊，那个时候啊，我比较是民歌手啊，然后比较这个气质。比较清新，就唱那种记得我的时候，记得我吧，听听看，来来来，哦。
沉重。黄大哥身材这么好，嗯，而且长得又这么帅，嗯，一定会有很多女生就是你知道，就像你刚刚那样，想要结婚，对，而且在山上又有一座小木屋，真的不免让人家怀疑那种小木屋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刚好跟我是不是要来藏一个什么香蕉、什么蕉之类的？木屋藏蕉啊，哦，他自己盖出来一个屋子，其实是个公寮了。是吗？没有吧，就是个完全没有墙壁的哦，没有墙壁，完全没有墙壁。那有没有沙幔呢？有没有？有啊，我最喜欢沙幔，其实就是等于我的墙壁，墙壁，我就用那个来遮。然后我睡觉的时候，我喜欢天为幕，哎，地为床，哎呀，就是不穿大自然里，不穿衣服。是听说他蚊子、蟑螂咬他，他都是完全不拍不打的。你就跟他和平共处嘛，共存共处。这么说，蚊子他会经过你会这样？嗯，见了麦克。嗯，那也不可能，蚊子还在台里。不是，其实不会。那人家蚊子也是会肚子饿啊，哎呀，那你就让他叮那么一口，不要那么小气嘛。哎呦，这个是残血里面，但是我不会痒啊，哎，我没事，我的身体对蚊子咬不会有包，绝了，哎，大部分都是敞开的这样子。然后我喜欢，因为我那边其实是一片森林嘛，是是是，我常常到了晚上，我就喜欢待在森林里面。哦，然后那个我太太啊，露露老师，嗯嗯，她就说哦。他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待在森林里面，而且是黑暗的森林。哎，他说你是在提早体验死亡的感觉。哦，原来有好深，好深哦。嗯嗯，真的，因为可能我们人生老病死总有一天没有到去啊。那我好像就是让自己提早习惯啊那种在森林里。森林到了晚上是黑压压的。是啊，听说你什么连灯、连电线都没有的，那就是蜡烛嘛。哦，恐怖哦。恐怖吗？好可怕，我以为你们会觉得很浪漫。哪里？因为是森林哎，还有蟑螂。要是有熊怎么办啊？肚子饿就把它吃一口，对不对？有没有碰过什么？有蛇怎么办？溜啊，熊啊，猴子的。肚子饿的，没有咬一口嘛，大家和平共存嘛。对。我以为你们会觉得很浪漫，哪里？因为是森林哎，还有蟑螂。要是有熊怎么办啊？肚子饿就把它吃一口，对不对？有没有碰过什么？有蛇怎么办？溜啊，熊啊，猴子的。肚子饿的，没有咬一口嘛，大家和平共存嘛。对。其实蛇真的不会主动攻击人，哎，它不会主动攻击你。你看过？当然有啊，但是不要理他，就跟他讲讲话啊。爬说语。好像听懂了。哎，你好，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大家好来好去嘛，吵到你睡午觉。谢谢麦哥，谢谢麦哥，今天也就相安无事，哎，都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哎，对对对，我看刚刚讲到山里面，其实他在里面，他跟他的这个现任的太太就对了，嗯，非常的恩爱，而且生了一个 baby 啊。对对对。然后你为什么叫他陆老师？陆老师他是哪方面的老师啊？哦，他是我们台湾的瑜伽天后啊。瑜伽，难怪嘛，好有想象。听说你跟他两个人还常常就是双休的。我们也都瑜伽，算是瑜伽界的。是吗？我们不都是常常在娱乐大家吗？哦，瑜伽，不一样，不一样。您这个是修内修啊，那个的啊，我们这是外修。你这个，你有点瑜伽的本事喽，就是给我们示范柔软呢，几个姿势。双人，你可以马上教他们一点吗？其实很简单，那个双人的，来，请来来来来，假的，这个肉比较多。这鞋子可以，他的鞋子可以吗？没有，就是两个人。哇！哎呦哦！然后两个人就把他在中间抓到手，
中间抓到手，哦，然后两个人就是自己去感觉啊，啊，对方他就是瑜伽的时候，他就是要哦向外拉嘞，哎，哦，就是感觉两个人就像那个阴阳的图腾一样，好棒哦，达到一种和谐，而且越拉会越筋会越开，对对侧面，这是很舒服。完了以后要换一边吗？对啊，换一边来，换一边，好，换一边，好啊，这个吗？不是跟他。哎，你这边会有拉，刚刚有拉到的感觉，现在拉另外一边，平衡一下。什么话？这个很酷哎。哦，哎，这个真的很酷。对，这个这样久了以后，是除了有柔软拉筋的关系以外，还有呼吸呢？对，而且对啊，就是要呼吸啊。嗯，然后跟你的另一半，嗯，去互相感觉对方。哦。所以其实真的瑜伽可以，如果有比较不容易受孕的女生啊。像我太太，她就是有很多她的瑜伽的学生，嗯，就是练了以后啊，就比较容易着床，是是是这样子，那就比较有不孕症的练的都蛮好的。对对对对，那是露露老师教，如果我教的话，那怀孕的更快。像这样有魅力的男人，其实不是说三两句话可以解决。可是我心中最有魅力的男人，其实是飞哥。哎呦，你出的那个西洋歌曲那个，那每一首好奇怪，这是我本来以为你是要挑给我唱的，怎么每一首我都好喜欢？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啊。对对对对，明星人这样讲话不是这样随便说的。您挑一首歌，我的 CD 里面可以啊。嗯，飞哥有一首歌叫做《Strangers in the Night》。陌生人的夜晚，这其实虽然不是那种 opera 的音乐剧的里面的民歌，可是这个歌是经典。对啊， Frank Sinatra 的，好不好？真的，今天尝试一下好不好？可以啊，好不好？好。Stranger in the Night， 欢迎黄总跟先生。Strangers in the night, exchanging glances, wandering in the night. What were the chances we'd be sharing love before the night was through? Something in your eyes was so exciting, something in your smile.Was so inviting, something in my heart told me I must have you. Strangers in the night, two lonely people we were. Strangers in the night, up to the moment when we said our first hello. Little did we know.Was just a glance away, a warm embracing dance away, and ever since that night, we've been together, lovers at first sight, in love forever. It turned out so right for strangers in the night.那你就来当我的制作人，好，好吧，好不好？好，谢谢。